是有什么部分要厘清的呢？我觉得尽量就是帮忙厘清，我觉得很棒，你们觉得？北市议员应小维面对镜头看似一派轻松，但其实他27号企图从台中出境去香港，还好检方早一步尽管让他出不去，28号紧急将他拘提，因为检联办金华城案追出千万金流，他涉嫌收贿帮忙关说，而涉嫌行贿的金主就是威金集团主席沈庆金。没向您索贿，沈先生，您真的觉得今天很冤枉被叫啊？不好意思，28号检联大动作，兵分48路，早上9点半先到威金集团总部搜索，同步搜应小维议会办公室，将两人带回廉政署侦讯，分别在晚上8点和10点半移送北检复讯。金华城案送钱的、帮忙关说的，检方都收网了，谁收钱，是哪位大咖？柯文哲作为金华城案拍板定案的角色难辞其咎，外传检方将在下周约谈柯文哲还有便当会成员。台北市政府资料显示，应小维曾在3次便当会中和时任台北市长柯文哲讨论金华城案，还为此召开5次协调会。之后，金华城案神奇的过关斩将，餐会上谁有这样的超能力，谁与会吃便当，都已经在检方下一波约谈名单中。外传检方掌握到的金流是4500万，但看看这波约谈名单，金华城董事长陈玉坤1200万交保，应小维男友王尊侃500万交保，就连应小维助理也200万重金交保，透露金华城案风暴扩大，4500万金流恐怕只是台面上的数字，台面下暗潮汹涌，收钱的大咖们将一一现形。东森新闻综合报道。